这边。不够了，我给我抬去了。把帽子摘下来。带走。不，大人真是目光如炬啊。哎呀，连作弊的手法都不肯翻新，真是令人失望。拉下去打二十大板。带走。是。走。是方恨少啊！我考上状元了，我考上状元了！来来来，赶快给拖出去！干什么？我写的文章啊！我是状元，我是状元！疯了！哎，吴敬梓先生写了一篇《儒林外史》，里头有一个范进，中了举人才发疯，这可倒好，还没中呢就疯了。这位学子，一看就是紧张了啊！看看看看，连笔都不会用了。哎，叫什么名字呀？别紧张，慢慢考啊！你是谁？不得放肆！这是京城来的学政，纪云，纪大人。你就是纪晓岚？哦，你也认识我？纪晓岚，那可是脚上绑大锣，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啊！哦，马屁拍得舒服，但不是时候，本官还是要秉公阅卷，不会给你一点便宜的。纪先生，嗯，你聪明吗？他问我聪明吗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莫愁写的卷子，恐怕您看不懂。我看不懂。哦，这天下还有我纪晓岚看不懂的文章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是用这墨写成的，我都看得懂。学写的，你看得懂吗？哎，这科举害人呐！刚出个疯子，这又出个狂手，可惜。张狗屁文章，写这种文章再打屁股，不中。这篇文章倒写的不错，可惜这一笔臭字儿，不中。大人，啊，府衙的人送来请帖，请您今月去赴宴。赴宴？不去。府衙的人特别交代，
吴大人今夜请了云州府最好的戏子唱堂会。哦，最好的戏子，谁呀？杜小月。杜小月？没听说过呀。哈，啊，对了，你替我谢谢吴大人，就说我不能去，这里头啊，说不定就有国之栋梁，咱们可不能马虎。哎，去回来吧。季大人，季先生啊，请您过去一趟。什么事儿？发现一份怪卷。季先生请。季先生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先生您看。啊？这是哪个考生的卷子？卷上无名啊。哦。这是学习的卷子。我莫求写的卷子恐怕您看不懂，学写的你看得懂吗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人叫莫愁。你立刻搜寻本地客栈，将莫愁逮捕归案，严加审讯。是大人。数日之前吴大人捕一名要犯，就叫莫愁啊，可他不能前来应试啊，一定是有人冒名顶替，故意的捣乱。冒名顶替？他为什么要顶替一个要犯呢？季先生啊，烧了此卷子，皇上恩客，出了这种事是大逆不道，不但考生要杀头，连主考官也难辞其咎，我们大家可都要连坐呀。这个我知道。我想知道各位还有什么高见。烧了此卷，另起一件顶替，只要不起他众，风平浪静就过去了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季先生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季先生，烧吧。好不容易躲到这云州府来了，以为可以躲过京城的是是非非呢，没想到哪儿都有冤魂缠身。哼！来呀，给我备轿子，我要到府衙看戏。行。